一只小奶狗能有多乖？安安呐，你在这儿帮我等着鸡柳，我去买两个面筋。你要记得哟，不许吃别人给的东西，也不许跟别人走，记住了吗？老好吃了！来，你不来谁给你？来。听说你们都想看我拍咬耳朵，那就随机抽取一只幸运鹅吧。谁不